今天的假面喜剧的辅导员是一位模仿高手唐远。节目新玩法，迎来喜剧辅导员，活动一下这个脸部肌肉。老师，您先把您的脸部肌肉放松。到哪儿了呀？你没跟上，老师错了。且遭遇教学滑铁卢，太羞耻了呀，还有脸当辅导员呢，太糊弄了。这就好像被人从街上突然抓过来。星期五晚8:10，笑起来真好看。